哟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能听见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嘿，那我们先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今天又有哪些事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所以今天又有哪些事情呢？那就请看小黑屋吧。快来玩这个，你看我猜的。这就是了。对，有一个画板。谁能给个词儿呢？给个题，给个题。那什么规则？我给你看。然后我画出来。得嘞。So easy。现在十一分钟了。啊，烤羊腿，你真聪明。烤全羊，烤羊腿太棒了，烤全羊对吧？对，烤羊腿。哦，你画的嘴吗？然后掉个声那个。什么呀？还在骂人呢。好，看一下。哎，你们这保存，你看，稍微等一下。好。你真聪明，你看看，太棒了。没事，继续，这是下一个。恐龙，这是厉害。哎，我把那个删掉了。不，我不要删。我也搞。好。你晚上。他们换我这个。我要重新换换呀。我一个不同意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一路过操场，我却先赖床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？撒野撒野，在无人烟的地方放肆放肆，当坏小孩
成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人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，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谓。